你听爸爸的话，说我不适合看东西，送给你的花不配放在你家花瓶里，他要我越走越远越好，不要在一起那最好。但我听妈妈的话，要我不能轻易放弃，还喜欢的话让我再去为你求求你，难道你要我不下什么，这是借口你应该懂吧。这是借口，你应该懂吧。